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你跟雨晴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真是想不到你能这么做，你这个父亲怎么当的我们你？一碗水你端不平，你再怎么的，你也不能拉一个踩一个呀！这让雨晴多伤心啊！你良心哪儿去了？哪儿去了？他这么孝顺，对你这么好，事事处处都想着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对待他？你去，你去把雨晴给我找回来。 你去，你去把雨晴给我找回来。你去，你把雨晴给我找他。你去找回来跟他说，他的婚姻大事谁都拦不了他。谁要是有二话，让他找我，啊，他爸不心疼他，他还有妈呢。去呀，你坐这儿干嘛？你动过，你去，你聋了，你哑了，你去呀，你给我去呀。哎呦，雨晴啊，你回来了。 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妈都担心死你了。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妈老糊涂了，她说话不算数啊。回来了就好啊，你妈见不着你们都急疯了。妈，你先坐一下吧，我有事说。坐呀。哎，那个刚才我狠狠地骂了你爸了呀，你的婚姻的大事儿谁也碍不着你。 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卡里有150万，我上学花了70万，现在双倍补上吧。本来想给你们的新房交个首付的，现在你们随意支配吧。还有，每个月的时候，我会往里面打5000块钱，算是给你们赡养的费用。傻孩子，这钱我们不能要，拿回去。哎呀，关雨晴，你干嘛呀？这差不多行了。闭嘴。 钱你们收着吧，就算是两清了，以后什么事儿别找我，找我也不会管的。雨晴，你上哪儿去啊？雨晴，你不能走，妈知道你难受，但是你不能走，要不然妈更难受。关雨晴，你要有什么活，你冲我来啊！我跟你说，让你闭嘴。银行卡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 你们都多保重我。哎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呀，你还不快点啊！把雨晴给我追回来！快，雨晴啊，雨晴，哎，你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别担心了啊，你走，我不想见你。妈，你放心吧，那关雨晴她刀子嘴啊，你别担心了，别操心啊，你过两天她想开了，她就回来了啊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知道吗？ 雨晴，雨晴。